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师张尚纯。口罩怎么戴才对呢？记住四个口诀：一、开，打开包装，检查口罩有没有破损；二、戴，两侧松紧带挂上耳朵，鼻梁片固定在鼻梁，口罩拉开到下巴；三、压，轻压鼻梁片，让口罩与鼻梁贴紧。四、密，检查口罩与脸部内外上下是否有密合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口罩限同一个人重复使用，且应每天更换。